ここどこの松で思うに
Oh,
了吗？我那样手机都甩了，我不是说这个屏幕烂的吗？反正我看屏幕是烂的。这个是四个屏幕烂的。最外另外一个十三 Pro 是可以用硅胶套，散热好一点点。他教他们，啊，我就不去了吧，算了，那是新的舞。哎呀，有。哎，可以可以。怎么去呢？只有十七和瑶瑶去了，还开学，开学教他们新动物。
家延迟都少延迟，一分钟吗？啊，两分钟吗？我这看是58、57秒，好像就两分钟嘞。我这也不能参与聊天儿。出现了一下重新连接，应该在我这边显示10点多，然后不知道你们那边正常吗？好像中断了一下吧，现在网络好像128可以分钟，686、224、82卡了应该。一个是网络供应商的问题。他刚才又吃了一个杯的。啊。放一个，刚才那个重新放一个。他一个老板，他不就是说什么东西？哎，他就是那个说橄榄那个，那个啥萝卜？项目手机太大了，抓不住。延迟，我知道。你健康之前反应是两分钟延迟。现在是多少？现在10:01:47，我这是10:03了，10:03。又延迟两，24:00跳10秒。那这个延迟比这个之前那个软件要长很多嘞。之前那个软件要基本只有10多秒，24:00跳10，但是你那个音乐那些人能跟上，能不能对得上？拍照去了，好好给他们好好拍照去了。好，刚才那个做好了。
六个进去打扮。你干嘛在跳？带个帽子。你们觉得这个直播延迟有点重？我现在那个 iPhone 十四这个手机是全，我看屏幕上已经出来了，裂开了，反正正常用嘛。不知道我搞忘了有没有贴膜啊？反正我分那种，我没有买 Apple Care 的，没买。我另外一个 iPhone 十三 Pro Max 买的，然后两年没换 Care， 这个十四没买。这个时候换屏幕就贵了，换屏幕4000多，手机才买的9000多。现在你们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卡了一两次。你说现在这个软件是软件问题还是网络问题？画面卡。
出现卡顿的情况，到这儿。这应该有延迟啊，延迟8.09。这搞不懂啊，有些延迟2分钟的，有些1分钟。对，我分了之前我把那个就是成都时间、东京的、纽约的、迪拜的、巴黎的一起分了，那个还有其他地方的加在一起了。分钟数上面差一点点，差1分钟左右。哎，果然刚刚那个时段那边就来宝宝就吐，如果现在10点钟，现在又正常了，好不好？重新连接中，哎，我刚刚看到重新连接中。哎，我这边有卡。我之前是1440的时候，现在我降到1080了。哦，对，刚算就是跳30秒。哎，你们怎么看的？跳了30秒，哦，就上面的时间嘛。之前我用这个软件说是1440的分辨率很高的，一般带宽要求在12.3兆以上，现在这个只需要6兆左右，就1080嘛。这个我是买了终身会员，给了钱的。另外一个那个要给钱，但是那个会员是149美元，149美元一年嘛。那个本来那个政策用过，你们就没管。这个功能上商场的时候用这个直播，因为它可以放音乐嘛。下午先放音乐试一下啊。放完了之后，如果手机再放，应该是一大一点。第二块电池马上还有19%。Thank you.
等会儿我去拍一下那个拍雪场里面那个习武，他们去了好不好？他弟弟都没去，我下去了。哎，杨丽丽也去了，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。现场随便那个啊，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早就没管了。这段时间中标的还是比较多。办法，经济不行了，年轻人的失业，25岁以下的20%多吧，25%也有，好吧，官方说20%，其实更多吧。早点回去喽，昨天晚上回去的比较晚，他老婆到了10:30就回去，11点半了。昨天星期六、星期天嘛，没关门嘛。哦，丽丽在那边直播。今天早点回去，早点回去，不然的话把门给我反锁了，进不去了。他这个视频就那边没办法做了。刚刚之前我有点不够嘛，联通的嘛，那只有10多个G，然后单独又买了，然后看他那5G什么，99块钱100个G，那就买了吧，管他的，反正要需要流量嘛，会有。谢谢，明天会来嘛？我希望网络能好一点啊，相机的设备都没问题，就是怕网络直播都有问题。我开5G 嘛，开5G 的话。本来流量跑得很快的，只要稳定就可以啊，流量都不存在，我买就是了。这女的是最好的关系，是中国那种吧，我觉得都是平等的。东亚国家。那中国大陆现在还是，基本上50%都是这种。